感谢大家点阅本影片，让我们像影片一样无限飙杀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现在带来第三条棒龙，是由和风荣毅冠军龙。由我们赖兆翔阿翔带来的龙翼对和风龙翼冠军龙，现在带来第二条棒龙的是由四上好龙翼季军龙，由我们刘庆宇先生带领的龙翼团队上好龙翼季军龙，棒龙喽，来我进来喽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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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谢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。
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